提到黄晓明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他是一名非常帅气和优秀的明星，常年稳居一线明星行列的他，拥有着无数粉丝的疯狂追捧，随着娶到了众人心目中的杨颖之后，人气更是达到了巅峰。然而近些年网友却发现，杨颖越来越活跃了，反观黄晓明却很长时间